光作证，为上主准备善良的子民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子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神父早安。今天我们与普世教会一起庆祝昔日圣若翰的诞辰。我们看，除了耶稣以外，耶稣的诞辰是我们所庆祝的圣诞节，还有圣母的诞辰也我们教会庆祝，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若翰。若翰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这样的庆祝？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圣人。耶稣自己也说了，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若翰更大的，是一个大的先知，所以我们就这样的庆祝他的诞辰。我们在庆祝若翰的诞辰，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每一个人，我们也是天主所选的。那我们生下来，虽然是我们没有像若翰的诞辰这过程是这么的特别，但是我们相信天主的手也继续陪伴着我们，带领着我们，像他带领若翰一样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，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，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尊颂你，朝拜你，咸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者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。耶稣基督，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拣选的昔日圣若翰，帮助你的子民善作准备，以迎接主基督的来临。求你赐予你的子民内心的喜乐，并引导所有信徒、所有信从你的人走上救恩与平安的道路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以撒以亚先知书。诸岛屿请听我，远方的人民请谨听。上主从母胎中就召叫了我，自母胎中就给我起了名字。他使我的话好似利剑，将我掩护在他的手印下，使我像一支磨光的剑，将我隐藏在他的箭囊中。他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是我引以为荣的以色列。但是我说，我白白勤劳了，我枉费了气力而毫无益处。但是我的权力是在上主那里，
我的报酬是在我的天主面前。我在上主眼中是光荣的，天主是我的力量。那由母胎形成我做他的仆人，将雅各领回到他面前，并把以色列聚在他面前的上主，如今说：你做我的仆人，复兴雅各支派，领回以色列遗留下的人，还是小事。我更要使你做万民的光，使我的救恩达于地极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神奇地把我创造。上主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神奇地把我创造。上主，你洞察我，认清我，我一举一动，你无不深知。你在远处也透彻我的心思，我或行或止，你明察无疑，我所行所为，你都熟悉。上主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神奇地把我创造。我的脏腑原是你造成，你使我在母胎中形成，我称谢你，你神奇地把我创造，我深切了解你工程的奥妙。上主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神奇地把我创造。我未见天日之前，我在母胎受造时，我的灵魂你已完全知晓，我的形骸你已完全明了。上主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神奇地把我创造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至于你，孩子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走在上主面前，为他预备道路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丽莎满了长期，就生了一个儿子。他的邻居和亲戚听说上主对他大施仁慈，也和他一同欢乐。到了第八天，人们来给这小孩子行隔选礼，并愿意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扎扎利亚。他的母亲说：不要叫他若翰。他们就向他说：在你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。他们便给他的父亲打手势，看他愿意叫他什么。他要了一块小板，写道：若翰是他的名字。众人都惊讶起来，扎扎利亚的口和舌头立时开了，就开口赞美天主。于是所有的邻居都满怀畏惧。这一切事传遍了全犹大山区，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存在心中，说：这孩子将成为什么人物呢？因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，这小孩渐渐长大，心神坚强，
他住在旷野中，直到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出现的日子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如果我们说认识的一对夫妻，但是他们都没有生孩子，他们稍微年纪稍微大了一点，我们可以问他们说，如果有一天天主的天使显现在你们面前说你们要生孩子，你们会是怎么样啊？当然说，哦，这个我们一直在等待呀，不过我们年纪已经大了，所以可能会辛苦一点点。为犹太人，如果一个家庭他们没有孩子，没有怀孕，没有生孩子的话，那这个说天主是惩罚了这个家庭，天主没有给这家庭祝福，没有给他们的恩宠。但是这个是他们的说法，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可以发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，但是他们得到天主特别的恩宠。那他们没有生孩子，他们开始没有生孩子，但是这个是可以说是天主的计划当中，准备他们将来有伟大的人物会出现。我们看从亚伯兰跟他的妻子撒拉，他们也是一样的，撒拉是生长不生育的，到他年纪已经大了，有一天有三个应该是天主的使者出现在他们的帐篷前，以后呢，这天主的使者就跟亚伯兰说，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过来，你的妻子也应该怀孕生子。撒拉听了，从后面他听了，他就笑了，哈哈哈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，不可能的事。啊，这个是撒拉，但是到后面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就怀孕生了谁？生了以撒格。那以撒格他的妻子是利贝加，也是一样的，利贝加也没有生孩子，到年纪很大的，但是到最后天主也降服了利贝加，生了两个孩子，不只是生一个，生了两个，厄扫还有雅各伯，大人物出现。雅各伯他有两个妻子，有勒阿，还有拉赫尔，还有他们这两位的他们的辈女。拉赫尔就没有生孩子，好像是无法生育的，无法怀孕的，但是这个就是天主特别准备的，到最后拉赫尔他生了谁？生了若瑟与本雅明。这个若瑟就是以色列的这个的历史里面的一个也是伟大的人物。在民长时代，马诺亚的妻子也是一样的，她没有生孩子，在那边在到了天主的圣殿里面祈祷的是哭着掉着眼泪，但是到最后呢，天主就给她的祝福，她就生了一个伟大的民长三宗。后面我们看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哈娜也是一样的，他没有孩子，他就到了这个天主的圣殿，在那边有儿女，在那边的祈祷的哭的掉着眼泪，但是天主祝福他，他生了另外一个民长，也是先知，是撒母耳。在今天我们所庆祝的是另外一个伟大的人物，应该说耶稣说的，在女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大，是若翰。在天主派遣他的使子加波尔来跟撒加利亚说话的时候，说天主已经听见了你们的祈祷，你们的祷声被天主所听见，所以他们应该是天天在祈祷，渴望天主可以赐给他们孩子。不过当撒加利亚听到了说他的妻子要怀孕生子的时候，他也应该是
跟那个谁萨拉也一样的反应啊，可能吗？是吗？不只是这样，他说听到的天主说给他这个孩子很特别，他将来是伟大的，天主 的神会陪伴着他，他将来他要带领以色列人，准备以色列人要接受这个摩西亚的来临，他把人的心要转向天主。一听到这个，他所要生的那个孩子不是一般般的孩子，是伟大的一个孩子，所以加加利亚的反应是很正常，很惊讶，是吗？是真的吗？会是这样的吗？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，说将来有厄利亚的能力要讲到他身上，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孩子，所以加加利亚就好像是无法接受，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。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是天主所特别特别安排的，特别的准备的这个人若翰。那到最后若翰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他真的是带领着犹太人准备他们要接受摩西亚的来临。后面我们所听到的，天主的手陪伴着这个人，陪伴着若翰，带领着若翰，他渐渐长大，在天主的爱中，这天主的手，是天主的爱中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生下来，我们在灵洗，我们领见证，我们领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血每天滋养着我们，这个是告诉我们天主的手一直在带领着我们，陪伴着我们。如果若翰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伟大的使命，带领犹太人要接受摩西亚，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一样，我们也有一个使命，天主给我们的使命。所以天主每天他的大手陪伴着我们，带领着我们，希望我们也可以去发现我们的使命在哪里，也要用心的去实现天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生命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生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支基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
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，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，愿单和天若和宣言说主降临记在无间，尽心尽地快乐休息，万王之王将至Yeah.